女人突然发现瑜伽店里好像藏着一只眼睛，她疑惑地走了过去，朝着里面不停地张望。这可把店子里的男人吓坏了，她紧忙躲了起来，心想千万不要被人发现自己还想看美女的大腿。但不知为何，女人竟没有揪出男人，只是拉起了拉链。此时，老男人激动万分，以为自己走了大运，可不料女人的下一句话竟让老男人直接崩溃。You guys warm? Yeah, good. We're running vaulting drills. 男人听到这里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他着急地想拉开拉链，可不管怎样，却始终拽不开。与此同时，女孩们也抬起了弹簧架，已经排队坐起了热身。而第一个登场的就是教练，他提起双腿助跑起跳，然后空翻，完美落地。众人都在鼓掌欢呼，但这可把老男人害惨了。他痛苦地张大嘴巴，可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。随后，教练打开音乐，开始让女孩们排队登场。首先是一个长相平平的黑妹，她调整呼吸，然后快速向前。一个空翻，不料正好砸到关键位置。 男人彻底被打坏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心想自己今天是完蛋了。老男人极度后悔。